妈，老师，啊，恁今仔想要食啥吼？恁做恁点，做恁叫，今仔我请。哦。无我来点好不好？啊，我要食鸡肉，啊，搁鱼啊，啊鱼啊，我要用炊吼。好好好，哎，啊，虾仁啊，虾仁，啊，青菜加叫我吼。啊，鱼啊，鱼啊一份。鱼啊一份。嘿。啊，搁虾啊。虾啊一份。好。这边请。 没有，国华，快点把跟春花妈妈因做伙。咱的好景点嘛。这间餐厅敢那一大间啊，看起来袂歹，惨到好食。是开啊，一定好食的啦。听说这家餐厅的菜非常好吃，我看看要点什么。啊，不要嘞，啊，不是只要来点菜，点无鱼。不要啊！什么？是啊，餐厅啊，你是。国华，你在看什么？ 哦，没有了，我刚好像听到有人在叫我女朋友的名字，所以，对啦，国华，啊，你之前不是说你有个准备考律师的女朋友，怎么不带来给我们看看呢？我也很想啊，只不过她最近忙着考试，我想说等她考完了以后再来郑重介绍给你们认识啊。我来看看啊，看到底点在点位都会去啦，不要啊！ 免啦！我啊，今日我讲伊讲，你说你阿水，哎呦，我问啥啦？哎，啊，咱就咱不要回信的哦哈。哦，我都我袂开嘴啦，你就开心吗？我甲你回唔对啊，回信的啊，唔就好。无水准啊，行啦，我袂伫咧这个无水准的做食饭啦。哎，等下，啊，等下，笑梦姐吼，你即摆是咧骂什么人无水准哈？你这个人哪安尼啊？阿总。 你在吃啦？菜拢来啊呢，大家拢在等你啊，今仔去吃。谁搁吃会落啊？剩个嘛，唔搁带来出门的呢，这一晚我敢冤家，够气死！保佑！保佑！你莫安尼啦，保佑！啊，菜拢出来，今坐落来吃无，你唔去啦？我爱吃啦。哎呦，啊是安怎啦？啊，拄食唔是好好，啊，谁那你生气啊？ 白做出来，这一边就臭味，无还是什么人得势你啊？侬嘛你啦，那餐厅全部食饭，谁能讲冤家相骂？你唔惊见笑哦？嘿，啊你阿你唔知影头唔知影尾，一出来就在那匹配叫，啊你敢唔知影手骨是屈你无屈出来？自细人甲大，你着讲做人做代志爱讲道理，明明就是你唔着，你还硬派。我都要食饭换药，管你敢唔知影迄个查某偌超白？哎，麻烦无清顺嘞，我哪有通留你嘛？我当然是甲你理论一下啊。理论就好，我讲有啥来讲大细声？哎，管着我遐尔伤势，伊讲他电话你该好好讲晓啦。 我想无呢，咱遮尔奇怪哈，啊你是我的查某囝呢，我今仔叫人糟蹋，啊你无替我出一口气来惨死了，你搁甲别人甲我吵到尔嘛话？对啦，啊坐读较悬，啊甲我讲话啊，啊即摆大汉啦，哎，嫌我无水准，嫌我卫生啊，啊你唔通袂记哦，假使若无管你敢有知着家己遐尔大汉，你敢有知着读遐尔好的学校，敢有知着读遐尔好的老师，我跟你嫌我无水准，你真正不要。 你真正不要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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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啊？创啥啊？你有够超过哦！拄只一切我拢有看到哦。你若当安尼对陈某嘛，无大无小啊。安怎？你俩真你有比我较好是无？当时你变一个好囝，会替陈某嘛教死我。我甲你讲啊，
你管你家己的代志就好，我的代志免你管啦。柏佑，放手啦！柏佑。国华的妈妈真正是上小鬼啊！啊，不过我若是嫁予伊，伊妈妈就是我未来的大家。一边是春花妈妈，一边是未来的大家，我搁会当安怎？